挂在划小船哦，原来是用船电鱼哦。哦，看看这小河有没有什么怪物。哎呀！嗯，我头了。
轻轻的鱼。等一下晚上的桌上就看到他们了。妈妈在杀鱼，点的。宝缸，哦，还怪一点刺都没有，是连那个肚子的刺都下来了，肯定啊，嗯，对啊，吃的很方便，燃起来吧，燃来起来吧。